咱们看一下这个小渔村的这个小渔村的这个市容。这个村子就是这个房子就等于都是老的了，没有被二战的时候没有被轰炸过。它这个树修剪的挺有特色的。小孩玩的地方还挺多的。哎 ，Hola。这个老城区可以看到，现在正在修路呢。但这个房子都是非常整齐的。啊，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些个树。他们这儿看来这里是有早市的，这已经刚刚收了。这些人你看早市，看来早晨这个教堂这个地方是一个集市。这个教堂看是很老的。他这儿的这些房子因为都是老房子，所以特别有特色了。就这个小渔村完完全全的是对着一片空旷的大海，就可以看到。远处就是那种很典型的西班牙北部的山上的景色。